Hello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恩 Community Services Society cares for you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到两分钟的运动时间。一样找一个椅子扶住它先，好，手叉腰。今天动作比较特别，双脚已经同宽，两只脚垫起来之后 hold 住60秒哦 ，hold 住。好，一起数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，五、六、七。记得这个动作垫脚尖。会宣到你脚底板足弓的力量，它可以帮助你把抓地力。什么叫抓地力？就是我们的脚踩在地板的时候，它不会晃动，抓地力的这个肌肉。所以这个动作啊有点辛苦，身体会发抖，是正常的。可以加油，但是一定要扶着椅子。来吧，29、30。Okay, we are halfway there. How's everybody feeling?Continue the habit of exercising to keep yourself healthy. 保持运动的习惯，维持身体的健康哦。Please share these exercise videos if they are helpful. 分享出去，一起帮助更多的人哦。